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玉涵，我毕业于元培科技大学护理系四季。那我高中是读苗栗高中的自然组。那我现在在汐止国泰医院工作，一待就是5年多的时间。说真的，我非常的喜欢临床的工作，因为每天面对不同的人事物，我都觉得很有新鲜感。工作的时候啊，团队啊，同事的互相合作那种氛围，我也觉得非常的棒。在工作之中，我觉得是能够得到成就感的。那很多人都会说，护理的工作是不是很辛苦？当然辛苦，没错。可是哪一份工作不辛苦呢？天下有没有白吃的午餐？很多社会新鲜人毕业大约都是2到3万的薪水，但是我们护理的薪水相对的比别人高一些。第一个月纯排班的工作，我那时候大约领的是4万多左右。开始2、3个月试用期过后，开始上小夜班、大夜班，包含一些夜班的津贴啊，每个月大约可以领5万到7万，再加上不同医院提供的福利不同，像是我们医院是有提供宿舍，每个月大约是1、2千块，那员工餐、便当每一餐大约是10几20块，所以对于想要存钱省钱的人来说，也是非常容易的事情。学校方面其实也给我们提供非常多的资源，像是考前的模拟考啊，然后考前各科老师帮我们提供一些复习冲刺，还有请来补习班老师帮我们做重点的整理，再来就是让全班同学都一起留在学校，然后温习准备考试。在护理系来说，考照率也算是非常的高。虽然元培对你来说不一定是非常顶尖的学校，但对于我们来说却是培养出蛮多优秀护理人员的地方哦。在临床啊，也遇到蛮多的学长姐，或是自己也会遇到不同的学弟妹，其实我们对于他们也都会多一些关心和照顾。护理对我们来说是一门科学，也是一门艺术，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跟创造，更重要的是要去延续它。那还在犹豫的你，要不要考虑加入我们护理这个大家庭呢？